Quindi cioè, speravo in senso.十三个。OK，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有一个没有来呀、啊，在文琪。啊，然后文琪没有到，文琪没有来。Hello，我上课了。OK，哎，冲来冲来。下一张可以上慢一点。这张会太快吗？这张会太快了。下一张上慢一点了，可以可以可以，好，可以。我尽量慢一点了。如果我太快的话，我这张还可以接受吧。我是可以 run PowerPoint 啦，只是我觉得 PowerPoint 是。suppose 是你们老师上的，不过如果我时间很多，这样我可以放 PowerPoint， 然后用 PowerPoint 来教，那我就可以更加详细一点。OK， 可以可以。OK， 下一张了啊，下一张，等一下，我今天如果讲完的话，进入下一张，我就让 PowerPoint 先。然后我们才讲解 ，OK。OK， 那我们回来了啊。对，十五个人，还有两三四个人去哪里？还有人烟熏。OK， 还有六面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历届的选择题。2017年的题目，通过实验呢、小蓝得知，杠杆的平衡条件由动力乘动力 B 等于阻力乘阻力 B。OK， 然后如果我要增加我的这个阻力的话，然后又仍然可以保持那个平衡的话，我可以怎样？所以我们可以写下那个方程式呢，动力我乘啊动力叫什么 ？effort 吧，哦 ，FE，OK，effort， 然后乘 LE， 阻力我们叫 load， 所以我们用 FL 了啊、哦、，FL 乘上 LL 啊、哦，所以如果我的这个增加杠杆的阻力就是 FL 要增加的话。我有几个方法，就是左边这里增加，或者右边的这个 LL 减少 ，OK， 啊，所以或者是这里增加，或者是这里增加 ，OK， 所以东基的选项呢，他讲增加阻力 B 是错的啦，因为你要减少阻力 B 才可以，啊，减少动力 B 不行啊，动力 B 在左边这里，所以也是要增加的，这个也不行。减少动力也不行啊，动力应该要增加的，所以答案是 A。OK，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你可以从这个方程式呢，啊，你就可以理解到了啊，就很简单的啊，简单的一个数学罢了。啊，第二题，右图的这个滑轮的装置不计算这个摩擦力跟这个滑轮组的重量，这个每一次其实都要写的啊，老师 suppose 都要写的。然后这个滑轮组有什么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它是省多少力啊。好，当你像这样子看哦，两条线连续这个重物那一边的话，它就是省一半的力。当它省一半的力，它就会非位移啊，或者是距离啊，这个是非的
然后省工来讲呢，我们是肯定不可以省的啦，简单机械我们只能来省力非位移，省位移或者非力，所以变成了那个工呢一直会一样的，所以这一个情形来讲呢，它是一个省力的一个滑轮，所以答案只有 E， 哎，答案只有 E。 OK， 这个也是很简单。那2019呢出了一题这样子一个斜面的，他问你哪一个的机械利益最大啊？请问机械利益是什么呢？机械利益我们知道呢，大过 E 呢就是省力，小过 E 就是费力。那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大的话呢，我越大的话我就是越省力了哦。所以最省力的当然就是最大家好大家好，谁讲话报上名来。 OK， 应该没有不认识的人吧，刚才那个是谁讲话，女生来的吧。对啊，所以机械利益如果我们要最大的话呢，我们就要最省力了。最省力的话呢，个斜度呢是要波度要越小越好啊，所以答案是 Donkey。 所以这个题目基本上你一看你就知道了，要不是 A 就是 Donkey 啊，最极端的那两个。OK， 所以之后呢你就要看呢机械利益最大到底是要最省力还是最费力啊，这样子来看。OK， 第四题。哪一个是最省力的啊？所以这边要选最省力，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哪一个是最多绳子啊，绳子连接的。所以第一个来讲呢，这个是只有一条，所以这个其实是不省力的，这个是定滑轮啊。B 的话呢是纯粹一个动滑轮了、啊，所以它是省一般的力。Donkey 来讲虽然是滑轮组，但是因为它改变了力的方向啊，而且连接了两个，所以它也是一般的力啊。至于 Donkey 的话呢，连接多少条 ？OK， 连接我们要这样看，这里一条，这里一条。哦，很多人就以为，这样子一般的力不是，这里还要再算哦，因为这个已分摊一半，这里又再分摊一半啊，一般的一般就是四分之一，所以这个其实是省四分之一的力量。OK。啊、可以理解啊，冬季的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五题啦。第五题这个是公交、哦、西部那边的。哪一个是费力的？那费力的话呢我们其实分析第几类钢板是比较容易的。很像 A 跟 B 来讲呢，主力在中间呢，它是第二类杠杆，然后第二类杠杆呢都一定是省力的，然后 C 的话呢 ，C 是第一类杠杆支点在中间，所以就要看它哪一个位置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手握的位置呢，会比较远很会比较远嘛，对不对？手握的位置，然后你会看到它前着这个蟹子的部分呢，会比较近。会比较近一点，所以这个普遍上呢，它还是一个省力的一个杠杆。所以至于垂直呢，很多人以为说垂直好像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力，纯粹是你因为它重量，然后你挥动它，利用了它的这个惯性来把它这个壳给垂开。但是从机械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其实是费力的因为你们。我们的这个手呢握的时候只有一个手，所以它下面是支点，上面是施力所以它的力在中间的主力在是这个垂直的这个位置的这个重量那个垂直的重量，所以在这一个情形呢，它是第三类杠杆，然后第三类杠杆普遍上来讲呢，我们都讲它是费力的。 OK， 所以这一题来讲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用垂直是费力的一个杠杆来的。 OK， 再来的就是这一个划船这个划船也是一个也是公交的题目划船来讲呢，
它的支点在中间呐、啊，哦，然后它的这个不断的滑，这边也不断的滑，但是这个图呢，它用到很好的一个图，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桨呢，啊，非常非常的远，啊，不是像我们平时用的桨啊，短短的罢了，这种是有点像划龙舟还是什么情形的那种桨，所以它这个桨呢特别的长，所以很明显呢，它是一个费力的杠杆。OK， 虽然它是在支点在中间啊，支点在中间，你可以是费力，可以是省力，也可以费力啊，可以是费力，可以是省力，也可以是等力杠杆，所以这个是很难判断的一个部分啦、啊。所以变成了你要判断它的利弊的长短啊，要判断利弊的长短，这一题是费力杠杆。OK， 再来第七题哈、啊，第七题。哪一个的机械力益相同，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省力的一个程度来讲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算段数嘛，这一个是一二三，好，算三个，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二三四，这个是十个，然后这里是一二三四，这个是十个，然后是一二三四五，五个，好，这个会算吗？啊，这个比较多学生是比较不会算那个弦子的数量，很多学生就讲一二三四，他就连这个都算，这个其实不算的、哦、因为他这里连接哪里，他连接这个定滑轮、啊、比较常常会学生会问小的就是最后一段需不需要算、啊、以前有老师是这样子教啦，他是讲说如果你的这个 F 最后的那个线段如果连续定滑轮就不算，如果连续动滑轮就要算啊，好像这个情形是连续动滑轮啊，这个情形是连续动滑轮啊，所以这根要算，所以在这一题来讲呢，这个是二跟三是都是四啊，所以这个是 C 二跟三啊 C。ke empat macam mana lima OK 啊，第五个这个讲啊，我擦掉先，我再放大一点，可能比较看不清楚，我再放大一点 ，OK 吧？我们看他们下面的这个系统，就是包括了这个钩，包括了这个轮 ，OK， 这几个这下面的这个东西有多少个线段连接？这里有一个线段啊，上了去你就不要理它，这里一条啊，画到比较丑一点，这里一条，这里一条，三条，这里一条四，这里一条五 ，OK。这样子来看，所以这里有五条，这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OK， 这里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啊，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因为最后一个线段它连续动滑轮，所以这条也必须要算，啊，这样子的意思，清楚吗？这个是谁的问的问题啊？谭立长，谭立长 ，OK， 可以吗？Okay. 好，再来第八题哈、啊，第八题就是撬这个钉子啊，撬钉子。你很多学生这一题啊也是一个陷阱题啊，很多学生会选什么？他会选 C 啊。正确来讲呢，你如果你想象了哦，你成功撬起来，它是怎样的情形？它就会是这样的情形了。啊，成功翘起来了，对吧？成功翘起来的情景。所以真正来讲，哪一个点是没有在动的？真正没有在动的是这个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点其实在哪里啊？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一题呢，它的支点在动地的。OK， 所以第一这一个的情形呢比较不一样一点啊，跟那个翘脚的部分比较不一样。那个翘垫脚的那一个呢，它有两个点不动啊，这个就比较难分辨的哦，因为整个的那个支点呢，其实是不动的点啊。如果只有一个点不动了，那就很容易的判断了；如果有两个点不动啊，就真的是很难判断的。OK， 所以这题没有问题，这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很多学生会选 C，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陷阱。
因为正确来讲，你可以看到 C 原本在你在这个情形是在这个位置，结果它往上翘了，对不对？离开了，所以 C 点有在动的。OK， 这一题是非常好的题目啊，学起来。好，第九题，第九题来讲呢，你可以看到它讲呢原本，这个 O 是支点，好，然后 A 点放了一个砝码。C 点放了两个砝码，然后这个是不平衡的，所以它要重新的，你要只有一个砝码，你要加在哪一个位置，它才会平衡。所以你初步这样子算呢，这个是一乘三嘛，对不对？它的长度是三，它的这个重量是一，一乘三得到三。那在这一边的话呢，长度是一，重量是二。一乘二得到二，这个是一乘三得到三，所以变成了你应该是，它会往这一边沉下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呢，你应该要在 C 或者 D 呢加一力，它才会平衡回。加在 Donkey 吗？加在 Donkey 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呢，这个是三乘一，你就会得到三，但是原本的这两个呢加起来就会变五了，所以不行啊，不能加在 Donkey。然后必须要加在 C 的这个位置，它就会有三力了，对不对？三力乘一，所以是左边是一乘三，右边是三乘一啊，这样子就平衡了，所以答案是 C。OK，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第十题啊，这第十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哦，非常好啊。到底哪一个力呢，可以让你的这个作用力最小啊，最小。所以换句话呢，这个滚上去的这个轮子啊，好像有一个阶梯的一个情形啊，哦，你要滚上去呢，在这一个刹那，你转上去的一个刹那来讲呢，它的这个点是没有在动的。所以换句话呢，这个点是它的支点 ，OK？ 那个力你要怎样才是最那个力臂才是最长的？哦，因为你的力臂最长，你才是最省力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呢。你如果看，等一下，我再擦一下，我再擦掉一下。所以如果你看 F 四的话 ，F 四的力臂其实在这里 ，F 四的力臂在这里。F 二的力臂在哪里啊 ？F 二的力臂呢？你要延长，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样子。F 三呢？因为它是切线的一个方向，所以它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啊，观察这三条哪一个的力臂最长？正确来讲应该是这个 F 三的这个力臂是最长的，因为它是整条半径。其他的你可以想象成它可以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在这边。OK， 直角三角形，这个是直角三角形，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换句话呢，这个半径这个直径啊，就会是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的斜边，斜边肯定是最长的。所以换句话呢，这个三的这个力呢，将会是最小的，因为它的力臂最大。OK， 这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了，基本上又考完你那个几何考完你的几何等等的一些知识。OK， 所以这题。非常好啊，记起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是第几年的一个考题哦，不懂也不懂从哪里抽出来，我就觉得很好，所以我就放进来。好，第十一题，我来看一下，用动滑轮和一个定滑轮做成的一个滑轮组，不考虑这个重力和摩擦力，这个滑轮组提起重物的时候用的力的大小跟这个半径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对的。你会看到哦，我们每次讲哦，我们只能讲说它用了多少个线段呐、然后也会讲说它用了多少线段，然后它是动滑轮还是定滑轮呢？因为定滑轮不省力不费力嘛，然后它的动滑轮呢就会是省一半的力。然后我们并没有讲到说这个滑轮很大力啊就省越多力，并没有。为什么？因为当你的那个滑轮越大力，很大力的时候，它的动力臂和这个阻力臂呢，其实是一起增加的。
哦，一起增加的，所以变成了整个比例来讲呢，根本是跟它的半径是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是正确的。OK，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哈，动滑轮的半径越大越省力，错，因为半径没有关系，定滑轮的半径越大越省力也没有关系，动滑的半径越小越省力也是错的概念，所以总之你一讲到半径怎样大变大还变小了会省力还是费力都好，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半径是没有关系的。 OK，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好，这边是这个算是蛮冷门的啦，因为我们上课其实也没有提到，整个上课其实没有提到。 OK， 第十二题啊，这第十二题很多学生会比较很像因为很多学生会看到说这个船只是重物，然后这里有两根嘛，对不对啊，比较多学生会这样子来分析，所以他就会觉得说省一半的力，但是你要这样看哦，你最后一根有没有连接去这个重物，没有，虽然没有连接去这个船，但是因为你的人又在船上面，所以你们整体来讲呢算是一个物体好了。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这一条线呢真正来讲也是连接你的人，也是人也是连接这个船上面啊，不可能你拉了船往前走你不往前走啊，这样子就很奇怪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一边呢，其实你的力哦应该是除以三的。 OK，这个是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来讲呢，他就讲呢人的重量啊是600、船的重量是3400，然后他用了100N的力拉它，然后往前匀速直线，请问阻力是多少？ OK， 所以我们能用了100N的力，所以现在有三根线就会有300N的力啊，请问重量跟这个船的重量跟人的重量有没有影响？并没有，因为它是往下的啊，往下，重量是往下的垂直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根本是不会影响这个阻力的大小的，所以你只需要把这个100乘3直接的等于它的阻力，就是你的答案了。OK， 所以这题是很坏的一个题目了，很坏，很考脑筋，这个也是比较旧的版本的物理啊，才会出到这样复杂了。目前我就没有看过有一间学校会出到这样变态啊。OK， 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哈，如右图，用一根杠杆甲的，还有一个滑轮组乙的。然后同样的把一个物体提高 0.5m， 那它的这个力所做的功会是多少？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个省力的，这个也是一个省力的，我不管我省多少力哦，只要是这个同样的物体提高 0.5， 这个也是这个物体提高 0.5， 我们怎样去算那个功？我们算了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这个物体的重量乘上 0.5 吗？这个也是一样吗？因为物体移动 0.5， 这个也是物体移动 0.5， 所以我们算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物体的重量移动 0.5 乘它的这个位移。至于这个力在不同的简单机械之下呢，它会不会省功？不会。哎，我讲了很多次，怎样省力怎样费力都好，它都不会省功的。所以换句话呢，在这两个情形，只要这个重量都是移动同样的一个位移的话，它算出来的功应该会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样大小啊，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OK， 第14题，我们的这个简单支线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省力或者省它的位移，减少施力点的位移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减少位移啦。OK， 同时如果你用同时就错了啊，因为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只能省一个东西。OK， 所以
这个也是考你的这个理解。如果你用或没有问题，你用同时就错了，可以啊。所以这个 A 跟 B 的差别就是在这里，一个是用或，一个是用同时。OK， 为了省工，这是错误的概念啦。啊，反正功率啊、效率啊，这些都不是我们考虑的东西。OK， 所以这个 B 点才是我们的这个简单机械的一个目的。第十五题又再出现了，他就讲说哪一项不是简单机械的目的？我们的简单机械呢，可以是方便的啊，比如说等壁钢板，又不省力又不费力，到底用来干嘛啊？方便啊，定环轮为什么用来做什么？它可以改变力的方向啊，也是一个方便啊。总之方便呢这个字呢很好用了啊啊，不省力不费力的情形啊，你就讲啊方便了啊。Okay， 或者是天平就是等臂杠杆啊，它可以测量到我们的这个质量啊，提供了一个方便啊，所以这个方便呢虽然是很抽象的一个词啦，啊没有物理量又没有什么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形容了啊，我们形容一个等臂杠杆的一个好处。OK， 省力也是的，有时候我们可以省力，省时呢其实就是省位移了，就是说它你要它移动很大的幅度啊，你就可以用了啊，因为你如果你没有用到你的手就要移动很大的幅度，你就要用很多的时间了。OK，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省时啦，省时基本上就是省位移啊，一样的意思。但是我们讲了，我们不管省力或者省位移都好，我们省来省去没有办法省功啊。如果你要省功的话，你就必须要用外来的一些能量加进来，比如说我们的电能啊，或者是化学能啊，这样子啦。所以这个是简单机械的一个精髓来的，不管怎样省不到功啊，精髓。好，第十六题我们看一下啊，下列哪一种方法能够增大我们的杠杆的机械利益啊？机械利益增大了之后呢，我们的就是省力了，越省力了。OK， 所以我怎样才可以省力呢 ？OK， 换句话，其实它是跟这个利弊的比例的。OK， 我们的这个施力弊乘上，你会看到这个方程式一直用来用去了哦，啊，用来用去就是用这个方程式。非常重要 ，Fe 乘 Le 会等于 F load FL 乘上 LL 啊，所以整个其实机械利益是什么呢？机械利益的定义呢，我们是讲说我不用啊，当我不用任何的简单机械的时候，我需要用的力，换句话呢，很多时候就是这个 FL， 对不对？我们的这个 load 的这个。所以就叫什么负载，有时候我们旧版本叫负载啊，我应该要换它的名字叫主力。OK， 然后如果我的这个施力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用了简单机械过后啊的这个力啦。最后这个 FL 呢拉过去除哦，啊这个 LL 就拉过去除咯，所以换句话呢，我的这个方程式呢 MA 其实也同时的等于 LE。好，我们的这个动力臂除以阻力臂负载臂啊，施力臂啊，一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我要增加的话呢，我们要么我的 LE 就增加，要么我的 LL 就减少，因为我们的这个分母啊，我们每次讲分母减小了，整个数目会变大了。 OK， 所以它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我可以增大我的施力臂，我可以减少我的负载臂，所以是二跟三。好，这样子可以理解啊。好，所以从通过计算，我们知道，我们增加我的施力臂，我可以省力的；我减少我的负载臂，我也是可以省力。好，所以答案是 C，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可以啊。OK，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计算题了。其实不是计算题了，有一些不是计算。OK， 下列我们分成三组，第一个是省力费时，第二个是省时费力，第三组就是不省力跟不省时啊，这个是以前的叫法啦，现在就是讲说省力杠杆啊，费力杠杆，还有等臂杠杆，这样子的意思。扫帚呢，它其实是
费力的，费力的，哎，在这边，铁锹呢，你要撬起一个东西来，当然你要省力啦，哦，因为我们的人的力量不可能这么大，所以铁锹应该是省力的，石梯它应该是省力的，哦，如果不然的话，你垂直的这样子往上，往上上去，第二楼，非常，像那个救火员这样子，爬那个杆，猴子这样子，不行，那个是很累的。OK， 钓鱼竿是费力的，它很明显呢，它的支点跟这个施力的这个施力臂呢非常非常短的，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鱼呢，你的连接鱼的那个位置呢，可以很大的幅度的移动，哦，这样子。好，定滑轮来讲，我们是不省时不省力也不费不省时也不省力啦，这个是等臂杠杆的定滑轮我们讲了不省力的但是提供了方便因为你可以改变自己的方向。跷跷板也是啦玩乐用途两边的长度都一样。当然你可以讲说哎老师我的跷跷板我的这个重的那个人啊坐近一点。这样子不是叫省力吗但是我们普遍上来讲啦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两个人坐在两端也不是为了要什么把重的东西提起来。副滑轮组就是副滑轮组反正就是滑轮组啦是吧就是复杂的一个滑轮组它很多时候呢都可以省力的。OK， 通常我们做到了这么多的滑轮呢当然它的目的就是省力啦。OK， 独轮车推手这个英文叫做 wheelbarrow 你们也稍微要记得虽然没有考这个 PT3 了但是这个名字很重要 wheelbarrow 它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啦我们是这样子然后的轮子在中轮子在一端然后你的手在这里提起来的因为它重自己放很多那种石头啊什么你就可以搬它走了OK， 所以这个阻力在这里中间，所以它的阻力臂非常短，你的动力臂非常长然后一提起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靠这个轮子往前推了所以这个的设计呢，他们那个时候呢，有曾经一个时候呢，不懂我不懂叫什么名堂啊，他们就讲是这个孔明发明的，孔明不懂怎样拿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图所以就方便搬运一个。兵士他就搬运了很多的那个粮食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wheelbarrow 的一个设计 OK 螺旋起重机啊就是这个讲这个我们的汽车很多时候我们的汽车呢转我们要换那个轮胎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装置嘛对不对这个转呢它就是转它的那个螺旋让它往上推，所以一辆车其实它的重量大概是有两吨左右，一辆车大概是两吨左右了，一吨多两吨啦 ，OK， 所以正常人应该是没有办法用手这样子单单的这样举起来，所以这个很明显呢，它是一个省力的，你会看到我们转了好多圈呢，它的这个东西才移动了一个很少的幅度 ，OK， 所以很明显呢，你越转越多圈它才移动很少很少那就代表了它省了这么多的力你可以看得出它的那个差别 OK 汽车的方向盘也是因为你的车其实整个车的重量压在这个轮子上面你要把这个轮子转弯其实是非常需要很大的力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汽车方向盘你转了两三圈转了两三圈它其实转的那个幅度大概也是十度二十度这样子的 OK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手转了很多圈它才转一点点的这种都是省力的刚刚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样子一列表了之后呢你会看出来了很多时候呢大部分呢 80% 的东西呢 80% 的这个杠杆呢都是放在省力的部分只有少部分呢我们会需要费力的杠杆好像这个划船啊
划船，然后这个扫帚，啊，这个钓鱼竿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OK， 然后不省时不省力的，这个其实也是很少很少 case。好，定滑轮跟跷跷板两个吧。啊，还有就是我们天平啊，我们天平也是。OK， 好，那第二题呢？这个是教学生画。好，我要你画出一个动滑轮，一个定滑轮，然后我要机械力一二的，我要怎样画？那这个就是它的画法。其实一个动滑轮，一个定滑轮呢，它只有两种画法啊。这个我先教你们呢。第一个，哎，你有两粒圈，哦，它第一我先教一下你们怎样画啊。你这一边会有一个勾，这边会有一个勾，所以首先呢，你就要这样子看。你的这个线呢要从哪里开始，它一定是从勾开始，要么就是从这个勾开始，要么就是从下面的勾开始。好，如果我从上面的勾开始，我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省一半的力，因为这里有两条连接。如果我是连接这一边啊，动滑轮这一边开始的话，一二三，OK， 所以这里就有一二三三根，所以它就是机械力一为三啊，省三分之一的力啊，只是用了三，应该是这样讲，应该叫它用三分之一的力就可以提起来的。OK， 所以两个滑轮你就只有两种情形。其实只要那个滑轮的数量定了的话呢，那其实是有两种的画法罢了。啊，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最多啊，我可以告诉你，最多它会出到四粒，就是两粒动滑轮，两粒定滑轮，这个已经很复杂化了，很多学生都画不了了。OK， 所以两粒动滑轮，两粒定滑轮，啊，你们可以去自己去练习画一下，全部画出来，啊，练习一下。OK， 所以这一题呢就是这样子来做，来。两个选一个，你就只要判断啦。这个是三分之一，好，它的 MA 等于三，这个是 MA 等于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啊，这样子可以理解啊。OK， so 我们再看多一题啊，这题很简单啦。好，我们看多一题，因为时间还有两分钟多，然后其他的我们等下再继续。哎，我看一下页数啊，九面。所以等下我们还有一个阶段啊，讲解三页啊，看一下讲解的完吗 ？OK， 所以这一题来讲啊，我觉得不难的哦，这个重物是这样子啊，往下，所以这个力臂就是 OA 啦，这个很简单，但是他要你画的是 F， 如果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拉的话，它的力臂应该是要怎样啦？好，一样的，你要找一个90度的一个位置画出来了之后，这里标一个 L， 啊，这个标一个 L，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OK， 哎，不要画那个圆圈，很 misleading， 那这样子啦，这样子可以吗？哎，有人写什么？为什么不要讲省距离？以前的叫法啦，我们现在的叫法都是叫它省距离。啊，省位移啊，为什么不用距离啊？省距离还是省位移？省距离我觉得可以接受了，我觉得可以接受。纯粹那个力臂来讲呢，我们是叫它力臂来讲，我们是用位移啊，为什么要？因为我们是要从那个弓的角度来出发，所以我们叫它位移啊。因为我们要跟你讲说它省弓嘛，所以弓是等于力乘位移，所以我们是要用位移。那个纯粹是在高中上你就会上到了这个弓的这个定义呢，它是力乘位移，你不可以叫它距离，它是有它的差距在的。好，这个是高中的，你们才去细分那个差别。OK， 等下我们再回来，谢谢。这样子可以接受吗？啊，一良。
的呀。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解释买高中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用位移不用距离。